有减啦，才亏钱而已。不减了啦，快点走啦。可是那是一块钱呢。算了啦。听说林老师去生孩子了，今天会有个新的代课老师。新老师长什么样子？会变凶？如果是美女老师来教我们，这样上课就不会睡觉了。今天要谈到筹款，不要忘记了。切，不要提了，想就烦。请问你找谁？我要找高二文三九。请问这是什么班呢？这里就是高二文三九啊。啊 ，OK。那个牌子是说这节课是由谁捐助的？是。我是来代课的。哦，老师啊。啊，对。老师好。啊。同学们，坐下。谢谢老师。哦，好好。哇哦！可惜。强了，强了。啥都圆不得。怎么回答呢？啊，班长，班长，这一节是班会是吗？你们有没有准备什么食物来呀？老师，现在是班会，为什么准备食物？班会不是班上的集会吗？集会应该是有吃东西的嘛。一起讨论班上的事情啊！老师，老师，老师，你读书的时候没有看过班会吗？还是每次班会都要吃东西？没有哦，我们学校是没有开班会的哦，班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讨论。你们有很多东西要讨论啊？老师，我们今天要讨论筹款。筹款？哦，班长，那由你来主持。老师，我们上一次已经选出筹款主席了，班会就让他来主持吧。哦，好，好。好，先讲金砖。老师，我每个人要负责卖多少？老师，金砖很重了嘞。是哦，是哦。卖金砖很辛苦吧？你们一人卖一块就好，不要拿太多。可是老师，以前班主任找我们卖100块的嘞，这人只卖一块就好。啊，对，那不是一个人要负责100块金砖？你们可以卖嘛？谁会买那么多金砖咯？镶了金，这不是很贵？我直接找建筑商是不是会比较好？
中专。这个老师笨会不会嘞？傻傻的，什么不懂？哎呀，抽什么款呢？坐班次，我们都是。可是如果我们打最后，很丢脸的嘞。等一下，隔壁班又跑来笑我们啊！去年啊，我们只赚了100块哎，真不敢信。哎呀，随便你啊，我要睡觉，不要吵我。那个谁，你有什么建议？我有名字的。哎呀，你老爸有钱，叫老爸捐钱啦，这样我们就不用辛苦。可是筹款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不然我们干嘛选你做筹款主席？你家有钱报了吗？去年啊，靠你爸一个人就筹到了那么多钱，回家给老爸拿啦。可是我。哼，讲到自己家里多有钱，我看不是你车大炮，就是你老爸吝啬。好了，我跟我老爸讲就是了。阿巴叉，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跟我阿巴讲。来了，我先走了，拜拜。我跟你讲哦，这次哦，我一定要中到他们够够力啊！不要以为我家宇峰一定要读他们这间学校，哼，临别有的是钱啊，我儿子要读哪一间学校都没有问题。哎，转校也不可以，一定要重考，亏我还借那么多钱给他们，真的是哈，听到临别就发火啊。哎，好了，明天再打电话给你啊。峰啊，准备好了没有？你的补习老师要来了，去，快把老师交给你的功课全部拿出来。我拿出来了。强啊，你进去房间，弟弟要补习。哦。没有啦，爸爸没有骂人啦，你就乖哈，不要干叫哥哥读书，去玩耍去啊！啊！玩球啊！来，这样就对了，不要去干叫哥哥读书，知道吗？峰啊，你要好好的补习啊！没有理由，爸爸捐这么多钱，你都不能够进去吗？我跟你保证，你今年一定能够考进你哥哥的学校的。去年是谁定进的，结果还是进不到。爸，老师说被奖骗过我。小长，搞什么鬼哦？我借那么多钱给学校，才差几分嘛？我儿子都不能够进来读。哥，你看哥哥在骂人了。哎，你帮忙，你是校长啊。校长，爸，可以不可以帮忙一下？我加油啦，爸爸没有骂人啦。啊。爸爸等一下在里面，你也是要坐安哥的顺风车。谢谢安哥。安哥讲你。讲什么？安哥，我喜
学校要开始筹款了。不要跟我讲筹款，你们啊，每年筹，每年筹，我就每年捐，每年捐。结果呢，我儿子阿峰还是进不到你们的学校，我捐的还不够多咩？你去看，你们学校三楼左边第二间的那间课室，不就是我高发财室咯？还有啊，哪一间课室不是人家捐出来的？你们学校搞什么鬼哦？才差几分都进不到。是安哥，不要跟我说可是，你们学校是怎样播出来？没有我们监管，你们哪里会有这么美的学校？简直是忘恩负义啊，无情无义啊，薄情寡义啊。我知道，不要跟我讲你知道。你们做学生知道什么？学校叫你们去筹，你们就去筹。我阿阳帮学校也筹了不少，你们有接受他弟弟进去读吗？哎，他不要转进去了。不要跟我讲要转进去。哦，是哦，说你，哎，爸爸太生气了，没有注意到。爸老师说会小时候生气哦。没有啦，没有啦，爸爸没有生气啦。乖，坐下来哈，坐下来啊啊。是学校的校景。哦，以前是这样的。是，跟现在不一样哦。这不是敬业楼和乐群楼吗？是。可是中间不是应该有个大礼堂吗？怎么是块空地啊？中间这个大礼堂哦，是后来才建立起来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建礼堂的时候，我们是靠卖金砖把它筹建起来的，啊，然后就是这个，嗯，这一张就是以前的金砖呢。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我还小哦，跟你的阿公阿嬷，那就到处去兜售这个金砖。那这个金砖一张一块钱哦。左邻右舍的这个安弟安哥也出动为我们学校筹款，所以啊，我们的这个礼堂呢，就是靠这个卖金砖把它筹建起来的。
这一节是班会，你们要继续讨论筹款对吗？对。哎，筹款主席，老师来问你话，喂。我们还是要讨论筹款。班长请。各位同学，我们来讨论一下什么筹款的方法吧。不是说宇阳会去找爸爸捐钱吗？为什么还想筹款方法？筹款是大家的事，我们应该都尽一份力，不应该只依赖宇阳。哎呀，说到这样，一定是他老爸吝啬，不肯捐钱。是哦。惨了，输定了。昨天我妈妈说，只要我们肯努力，就一定会想到办法的。来，我们一起想想筹款的办法吧。我妈妈是理发师，我去问她可以帮忙一点吗？我阿姨是开花店的，不如我们卖花怎样？我爸爸是书法家，我妈妈是家里主妇，我不懂可以卖什么。啊，我知道了，不如我们叫她爸爸帮我们代写大小楷，一张一块怎样？咦，这个好，这个好，可不可以写五张再送一篇周记啊？最讨厌写周记了。好了，不要胡闹了，认真点。宇阳，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方法？其实我觉得既然我们班这么靠近食堂，倒不如来一个食堂一条龙的服务怎么样？啊，食堂一条龙？没有错，就唐娟和冯尊子，小明，你负责用你的行过未卜的人山海去帮大家报位。小华，你负责用降龙十八掌之抗龙不悔，还有飞龙在天去帮大家收盘。小谢，你负责用九阴白骨爪第六式抱人不带去帮。怎样？那宇阳，这件事交给你负责了。啊，真的吗？我只是开玩笑而已。是。好了，我们来认真讨论筹款的好方法吧。
老师，你们高宇阳，好心你了，我们来筹款嘞，可以不要直播就吃吃吃嘛。啊，掉了啦！不过你们假不要来这里了咯，这里这么挤，这么热，留在这里打 game 不是更好？我妈说要靠自己努力，尽力去做，才会问心无愧。而且啊，不来这里抽，要去哪里抽？去你家。喂，以为是我愿意的、啊？我，哈哈哈。其实吼，我们是想抽时间来，他们现在都很忙，不如等他们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我们再来咯。哦，好吧。Yes， 可以回家了。走走，老师，我先喝甘蔗水。今年一定拿最后。老板娘，刚才欠一块钱啊，好，这边啊。安迪，你借我一块钱。哦，谢谢啊，小妹。安迪，如果我刚刚那一块钱我没有还给你，你会不会知道你今天借我一块钱啊？不会啦，人这样多。我每天卖倒面，我都不知道啦。哦，这样安迪啊，以后我每天来跟你要一块钱，你就当做是你掉的，可以吗？谢谢安迪。安哥，怎么？安哥，不要，就是来筹款的，不要叫我帮你们义卖了。不是吧，安哥？你们哦，以为我们帮你们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不是啦，你误会了，我们是要，我们赚钱是很辛苦的。上次帮你们学校义卖，我做到那么辛苦。你们学生帮也不帮，坐在一边看，怕辛苦是吗？怕辛苦就不要来这种地方。哥，不是啊。哎，看，我筹一块钱了。才一块钱，能筹到多少？哎呦，这么辛苦干嘛？你子晴，你不要理他了，他都不想讲，这是谁害的？钟丽婷，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针对我？你就喜欢针对你怎样？啊，对，你们冷静一点。老师，我以后不要跟他同一组了啦。我也是，我不要跟他同一组了。你们不要吵，听我说。子晴啊，其实哦，宇阳说得很对。你不用这样辛苦的啦。可是老师，如果以前的人都像你们这样的想法的话，我们今天就没有华夏念嘞。而且我妈说啊，以前的人筹款比现在辛苦多了。OK， 你又开始说你妈妈是大道理了，不要说 OK 嘛。真的，你我为了一块钱特地跑过去啊？不是一块钱，是很多个一块钱呢。有差别呗。是不是？我叫你不要叫我帮忙了。你不要看不起我，这期我帮你收钱啦。嗯。
我已经跟那边安干地说好了，你只要跟他们说是帮琪琪收的，他们就给你了。哦。谢了，以后就再给你了。哈？什么？每天都要去收啊？我找到人帮我们义卖，要处理很多事情，晚上9点就在空，当然是你去了。还是你要帮丽婷处理义卖的事？啊，不要，我才不要帮他，我帮他收钱啦。弟，我来帮琪琪收1块钱。今天怎么是你啊？琪琪呢？哦，他我们班在外面有筹款，他去帮忙了。这样啊，1块钱给你啦。哥哥，哥哥。做什么？我要捐钱啦。才2毛钱啊！拜拜。安迪，我今天又来收钱了。来，你来啦。钱，来，1块钱。安迪，钱。你又来收钱啦？解散前一天来跟学姐你拿咯。不要忘记哦，拜。好的，谢谢。喂。啊？又有人帮我们义卖啊？哎呀，我刚从小贩中心过来嘛。哇，这里也可以义卖咩？不是啊，是这些。报纸。刚刚我遇到一个卖报纸的阿婆，她什么都没有，可是却很想帮忙。问我报纸可不可以？我当然说可以啊。哎呀，我看啊，如果有人说厕纸，你也会说可以的啦。这样子抽抽几十。都不知道是谁害的。喂。阿瑞。不要吵，其实吼，你看他们在报纸哎，你们是有什么有病啊？
你们看这筹款要筹几十哦？是咯，我们出去筹款，人家给我们一块钱，我们才不要。我们是五百五百这样筹的好吗？你们懂什么？只要肯努力，没有什么事做不到的、啊。努力？你慢慢努力吧。我身上随便一样东西都比你们的报纸还贵啦。那，这给你们。哎，报纸够不够？不够，我家里还有。不然我跟阿龙的手机你们都拿去卖吧，我想卖了后换来的一块钱应该可以堆成一座山吧。拿回去你的手机啦，十年两枪。喂，死小白，你叫什么？拿回去。我们宁愿靠自己的劳力慢慢筹，也不要像你们这样明明就花父母钱这么嚣张。死八婆，我家就是有钱，怎样不爽啊？信不信我打你？你们的学校是以前的人？不是我们的学校。好 ，OK。我们的学校是以前的人一点一点的筹回来的，不管是一块钱、一百块钱，还是一千块钱，都是很重要的。不要以为每个人都是 good brother， OK？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sedikit sedikit lama lama jadi bukit？ 你家很有钱啊，你也是，你家很有钱吗？你也是，有本事就建一栋礼堂回来。老师，你是我的偶像。老师太帅了。谢谢谢谢。因为你是谁啊？凭什么教训我们？我是老师啊，为什么不可以教训你们？OK 啦，对不起老师。哎呀，走啦，不要跟他们啰嗦，我们要去找我们赞助人，随便找一个都可以赢你们了啦。给他们再慢慢卖我们报纸啦。我老师哦，这样老土，看他发型，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哦，还有那衣服，配到有够难看的哦。哎呦，老师，是说换造型了啦？可是。我觉得我这样子很帅嘛。哎，老师，你不要理他们啊。好，我们卖报纸吧。卖报纸有用吗？哎，大家快来动手，就不信我们输给他们。好。这么票啊！中，能中呢，中次啊，中，中满足啊，还你。哎，报纸一份。怎么？你们要看马屁不啊？马尿头，我要买报纸。你们喜欢钱？喂，你做梦哦！我们赶时间呢，不要这样凶啊！加钱加钱。啊，我没有钱找。啊？你讲什么？没有火去拿钱。哎，不用找，不用找，给他。啊？全部拿去。真的吗？不用找啊？不要啊！不要拿回来哦！哦，要，谢谢。走了。阿明，你给我做慈善哦 ，OK。哎，谢谢你们，拜拜。谢谢你们，拜拜。拜。
跟那个阿兵哦，给我一张50块买一份报纸，哎，是不是很劲？那好啊，叫我们去哪边买报纸去买？好咯。哎，只是下雨了，那我们去帮老师搬报纸。哎，什么？我跟你们，这是下雨了，我们来搬报纸啊。都没有，不然会有人买咩？除非是笨蛋喽。把报纸卖给我吧。可是安哥，这些报纸全湿了，我们不能卖给你的。没关系。安哥，你会不会恐吓我们的？我不会这样做，你们放心。100块够吗？够了够了，谢谢安哥。谢谢你安哥，其实也没关系。你车在哪里？我的车在这边，去帮忙一下。好，帮忙。哇，100块！白的啦，我看到他们这么努力，我非常感动，尤其是那个又白又帅的小男生，哎，真像当年的我。谢谢爸。筹款筹到赶啊，需要这样卖力吗？哎呀，你不懂的啦，不懂。七七说，只要我们靠自己努力，尽力去做，就问心无愧吗？七七，就是说隔壁的子七啦。哦。哦，还有那天我们班要去筹款，不如我先。因为有你一块，生活变得实在。因为有你一块，世界美丽起来。雨淋日晒，因为大地有爱，前路阻碍，看我有多厉害。前路阻碍，咋又死尽将来？来来来来来来又来，来又来又来。片瓦遮盖，开始就在一块，死尽将来。就问一下爸爸，可以帮我们筹款一下，剩多少呢？哎，我们看谁要。哎，你们还卖报纸啊？哎，你们不要这样讲，他们一块钱一块钱筹，真是辛苦了。你看我们。500块这样筹的，要帮吗？好喽，听你的。我们去找那阿凡啊。啊，印度人嘞，你要怎样跟他讲？试试看啊。走。
Good afternoon, sir. We are here for donations. Donate? Donate for what? Why don't you go to school? Nice. Go, go, go. Sir, we are asking for donations on behalf of our school. Our school depends on public donations to run, and we are really grateful for every single ringgit donated by the public. Oh, thank you, sir. Bill, please. never mind.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How long, girl?做得好，继续加油。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ir. Hey, Zi Qi, 你厉害耶。没有啦。奇，那个，你真的很了不起耶，我。哎，走，我们下面好不好？走。我们义卖的时间表已经排到后个星期了，谢谢各位同学的努力，我们继续加油。我们还没有决定校庆要做一些什么，大家有什么意见吗？哎，老师，不然这样啦，我们校庆做鬼屋，一定会有很多人来玩的，然后我们扮鬼。要吗？万一真的有那些，真的太多了啦。喜欢 K 歌，不然我们来做卡拉 OK， 一块钱唱一首歌，我们只需要搬电视机跟 DVD player 来就可以了。好啊好，我家哦有很多卡拉 OK 的那个 VCD 可以借出来。真的吗？老师有什么歌？有那个天涯歌你咯，还有梅兰梅兰我爱你咯，哎呀还有我最喜欢的火鸟。什么鬼歌哦？会有人要唱吗？很好听的呢，你们没有听过的。燃烧吧，火鸟！你现在一个唱歌男生，一个人还给你10块，然后要唱10首歌，不是惨了？是啊，你有必要为了校庆筹款，让我们耳朵受罪的吧？老师，去年宇阳的父亲出钱让我们买奖品做翻飞，可是今年我们只能靠自己，所以我们还是到处去问问看吧，看看能找到一些人报下一些东西让我们卖。嗯，大家赞成吗？那同学们，就这样子决定啦。同学们，老师有一样事情要跟大家说。老师，你要结婚啦？跟谁？不是啦，老师是看到大家这么辛苦、这么用心的筹款，想请各位同学到我家去玩玩，请大家吃一顿。老师最好啦！昨天我们找到了报销那些的嘛，今天找到面包。我看我们校庆当天还是开高比奖算了。好啊，不是什么都好。不行，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问他们再说。好啊，不是什么都好。嘿，梅芳。志奇，肚子饿了吗？我们去吃炸鸡好不好？吃你的头啊！进去问人家可不可以帮我们义卖啊？我听电话。你去问他们办公室是不是在上面？我。Office。Yeah. Office right there. Here go up. Okay, you go up there. Okay, thank you.
你们要报销炸鸡？报销是没有问题，可是炸鸡，炸鸡不可以，那不过可以吗？最便宜那种。哎，不是，不过也不行哦。那哪个可以吗？哎，你听我说，要不然薯条啦，薯条也可以吧？安静。对不起，阿哥。都叫你们听我说，安哥这里没有炸鸡，没有 burger， 没有薯条，也没有拉哥，你们要这些安哥都没有，安哥没有办法啊。这样，安哥你可以报销什么？报销啊？榴莲可以吗？榴莲啊？安哥啊？好，我们要。哥，谢谢你，让你们自己来摘哦。好，没问题。哎，想着十八块的饭店干嘛呢？不知道。哎，你们也来找他们报销炸鸡啊？呵，太实了。炸鸡？楼上？老板答应了吗？对呀、啊，怎么样？老师不请我们去他家吃饭吗？一定迟到哎，走啦！哎，阿贝，你爸其实改行卖炸鸡啊？怎么迟到啊？别管了。你要骗志明他们说我们找到了爆笑炸鸡。哎呦，要是给他们知道我们找到的是榴莲，不被他们笑死才怪。哎，生气了、啊？没有啦，只是你不是最讨厌吃榴莲的吗？为什么会答应安哥？哎呀，就像你说的嘛，不管对方捐的是什么，也不管捐多少钱，只要有那份心意，我们就应该接受啊。更何况。我们是去卖榴莲，又不吃榴莲，没问题了啦。哎，马上来。哇，老师，看不出你这样爱打电话。看不起我的后果就是这样啊。老师。你真的是标准宅男呢，这整天在家打 game。不打 game 要干嘛？怕吵啊，老师，你没有 girlfriend 吗？说。老师很多人追嘞，每天放假跟谁出去耶？干脆在家里打 game 咯。对，心理才怪。你上次一样他们来了，你们玩 打 game。不可以。是最厉害的呗，谁会输？哇，老师你鼻子怎么？安床膏。对，你们怎么那么迟？是啊，我们去找义卖啊，所以迟到了，对不起。快进来。哇，有 game， 哦安。麦。哎，老师很厉害的，你懂吗？我们班最厉害打 game 的，都被老师打败啊。哼。老师说什么？看我的！来，晚餐准备好了，大家一起来吃。耶！把你们吃掉的啦！是咯，我吃饭吃鸡吃鸭吃荤，就是不会吃人。来吃吃。好。老师，为什么你会来我们学校教书？为什么？首先我要感谢我妈，如果不是因为她。没
要请老师是吗？我儿子要找工作做啊，明天我就要去 interview。好 ，OK 啊，可以哦。哎，谢谢啊，谢谢你啊，谢谢，谢谢。我就不会到你们的学校来教书啦。老师，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学校。对对对，是我们的学校。如果不是因为我妈，我就不会遇到你们这般可爱的学生啦。说的也是。来，各位同学，我们就以汽水代酒，为我们的相聚干杯！来，干杯！干杯应该不会了，林老师回来我就离开了。啊，那明年呢？明年你会回来吗？应该不会了吧。老师，你明年回来教我们那，可能我们还会给你教到啊。让我想一想吧。老师骗人的吧？还说有感情了，骗人。阿瑞，不要这样嘛。好吧，不然这样好了。如果我们班筹款得第一名，那明年我就回来这里教，怎样？第一名？哪里可能？去年靠元爸爸帮忙，我们都拿不到第一名了，更何况像这样子筹，更不可能啊！是啊是啊。你们不要小看一块钱的力量，我妈给我看过以前的金砖。我们的礼堂就是一块钱一块钱要筹出来的。对呀、啊，不只是礼堂啊，学校每一栋建筑都是社会人士的建筑才建起来的。那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啊，所以以后啊，不要再只靠以阳一个人的力量去筹款，记得。团结就是力量啊！知道啊，可是没有可是，老师就这么说定了。如果我们班拿第一名，明年你就回来学校教书。好，一言为定。大家放心，琪琪说过，只要我们肯努力，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还可以吗？还是我们也来帮忙？哎呀，放心啦，我爸是你们放心。就是因为是你，我才不放心。啊，琪琪，叫我。走。高宇阳，你看你。Sorry。阿梅，你看阿门，连搬榴莲都会出状况。是咯，够惨嘞。走啦，我们去帮阿门。啊。那是我爸的榴莲嘞。实在，因为有你的快，世界美丽起来。雨淋日晒，因为大地有爱，前路阻碍，看我有多厉害。嗨嗨嗨嗨，雨淋日晒，咋有天花遮盖，前路阻碍，咋有四季将来。老师，这个不是罐头。大
等一下。还有。老师，你要什么？老师，你不要闹了啦，这里有水会哦。教你啊，你会吗？会，喂，教一下他们。走走啊！爸爸，我要吃榴莲。你要吃榴莲啊？好，爸爸开给你吃啊。怎么这样简单的？好吃！好，给我一粒！来，给我来！好。Yes， 我们卖完了。Yes。哇，我们卖完了。啊，你长大了，爸以你为荣。你今天实在太了不起了。爸，你怎么了？爸都看到了，你们这班同学今天都很努力的在义卖。这些日子以来，每个礼拜你都有几天很迟才回家，说要去义卖筹款。爸爸听了都很心疼。但是看到你弟弟的事情，我就爸没关系啦。其实虽然这几个礼拜我们很辛苦，可是我真的很开心啦。啊，爸爸想开了。有时候哦，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就比如你，爸爸借了那么多钱给他们学校，他们也没有马上选你进去读啊。你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的，所以哦，你弟弟的事哦，爸爸不怪学校啦。只要他今年努力能够考进你们的学校，爸爸就很开心。所以嘛，爸爸今天来找你们，就是要捐钱给你们啦。Yes， 我爸捐钱给我们了，阿哥。我要捡啊！
爸，了解一块钱而已啊。李阳啊，你忘了，一块钱也是钱，心意最重要。哎呀，我知道了。好了好了好了，去车上跟爸爸的支票簿拿出来。好，谢谢两个。爸爸万岁。趁机交上去了，等下来不及了啦。而且小贩中心晚上才开档。哎呀，才一块钱而已，就算拿回来也不会多。一块钱也是钱 ，OK？ 你们冷静一点，有话慢慢说。都是你的错啊，高宇阳，一点小事都办不好。Sorry 啦，是怎么办哦？哎呀，终于找到你了。场地重点在这里啊。一间一间客室去找你呀、啊，你说好昨天要来拿的，安迪左等右等都等不到你，今天只好自己过来啦。谢谢你，安迪。不用谢啦，应该的嘛，答应要帮你收，就说什么也要交到你手里去呀、啊。听到没有，高宇阳，讲到事情就要做到啊。对不起啦，子琪，你不要生气了好不好？哎呀，你们。小两口不要吵啦！来，这个拿去，我要开档啦！谢谢安迪，谢谢你安迪，拜拜。来，看看安迪为我们筹了多少钱。都是血汗，我们没有资格嫌弃他们，何况这是安迪亲自送来给我们的。听到没有？连这翻译的也是钱。来，把眼泪抹一抹吧。你不用啊，这个手帕真的很丑。小小一块钱，经历多少苦和甜。十七岁那年，你是否依然想念？
写的那年，勇敢挑战全世界。当我来到你面前，冷眼白眼，我依然不停歇。宝藏金砖卷卷卷，翻你翻到卷卷卷，校园解放咖啡店。这是我们班这几个月努力所筹到的款项。老师，利用我们提醒，你就会用我们班了。老师，终于把自己当成我们一份子了。不要提老师的糗事啦，这一次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是我们的筹款主席，我们请他上来讲几句话好不好？其实这次我没有做很多事，反而有一个人一直在帮助我，我很想谢谢这个人。他让我了解到一块钱的力量，原来我们这样子一块钱一块钱的筹，竟然可以让我们筹到3000多块。也许我们的力量像一块钱一样小小的，都起不了什么作用，可是当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大大的力量。我突然觉得我们学校好像是一块钱一块钱叠起来的。这段时间我们大家不分彼此，不计回报的努力筹款，终于也发挥了这样的结果。我们筹到了比去年更好的成绩，所以我要在这里郑重地向他道谢。谢谢你，子琪。其实成绩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啦，因为今年是我中学生涯里面最开心最有意义的一年，这些都不是金钱或任何名次可以取代的。我还记得当初我被选为筹款主席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抗拒，可是林老师告诉我筹款是中学生涯里面的一种学习，那时候我听不懂，可是我想现在我明白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永远记住今年我们一起累积到的经验。谢谢大家。各位同学，老师也有一项事情要跟大家宣布的。是大家都知道啦，我只是来代课的，你们的林老师明天就回来了。啊！老师，那明年呢？明年呢？等你们赢了再说吧。小小一块钱，经历多少苦和甜。昂哥你好。十几岁那年。又来筹款的，我之前不是每一天都捐一块钱，怎么不够啊？又要筹款了？王哥，不是啊，今天我代表班上来谢谢你对学校的支持，这么小小心意，谢谢你王哥。当我来到你面前，冷眼白眼，我依然不停歇。不用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来来来，阿哥请你们喝水。不用客气了，阿哥，我还要把这些卡片送给其他档口的阿哥的。OK OK， 那下次再来找阿哥。那是无私奉献，每次征战都是一种战线，心中有心，闯过所有。心中有信念，书写美丽
老师对了啦，去年我们才拿了第二名，我老师说我们赢了他才会回来。可是就算我们赢了，老师也不一定会来教我们的。哦，说的也是。姐，你看，我跟那吴老师哎，像是像，可是那身打扮。不管了，快去追。小小一块钱，经历多少苦？起立。十七岁那年，你是否依然？老师五万。怀念。单纯无邪的那年，勇敢挑战全世界。当我来到你面前，冷眼白眼，我依然不停歇。宝藏金砖卷卷卷，翻你翻到卷卷卷，校园街坊咖啡店。转转